非但宣告时间已经过数时辰，为何不见教主回来？教主可能有所耽搁，搁再等一日呢。哇塞！这间就是苗都宣阳两位宫，有够华丽。这金先生啊，黄金林一别，有所谓不见啊。恁做这么东乡宫王，该咪是要人迎接我吧？啊哈，三万位啊，你那路真够理想。这高速登来路，高速登来路。所谓快退就不可滴流灌木。行啊行啊，鬼气汹汹，声噪声扬，满招的怒翁西乡。一人来到，我不快回现身。阴阳要哪得来一次就喝从容之命哦，一端一端为了我亲临中医中王，阳人一次就喝从容之命，听信我各位就喝从容有专门应对呢。与够意为众生，又何从容不再留情？贵为修身，养教，从细观，其迷东游。哦，四目清，好，将功出高敌将，替谁为力破重关？有何从容之力，不会一团吗？但在我贵阿母面前，荣耀可就是天的欢啊！哦！我不汹涌的激流，不足不坏的威龙。有何从容？听信虎口，不将虾母细读，秒得清醒。为阿母却心有唐僧，因你雄心下功，虎心应对。一敌不好施救，为阿母必有无损，必受损不重。我和你最要兄弟，就此休兵离去，不惜在我面前硬得心慌。这就记得，即刻即人孙悟，今后六合金星，就在六合从容混气的交集时，我心不大，天罡星红天武，地名蛇七鬼苦苦，一步为何？为何如此？有何从容依旧苦苦坚持，这笔怒的苦苦心，正是你手上这千数这么斑斑万灵顺修之来。想求原是你担任贵姓的，你看清楚了吗？这是木之骨，这是金之骨，是寻分雕。为阿母侧重提灵之身，接受万灵之丸，声音妖精，快播喷出，定是传号激龙阵灵，一旦如何从容的心口。
好。哦。最后一局，为了问津，为了母甚至不及，再次输送。哟呵，从容心为今夜小心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本领自极，从此哟呵从容，忧心细说真罪，但终究脱离不了冥冥之中因缘果报，一代永久，终要归入红土。大母，看下如何从容的修行。咦，啊！五七龙，好。啊！我们就是您父子东路公孙吗？为何又再无失灵？不闻红绫悲伤旧忆，一声之念，自容易中来传出回动，数欢笑，受诸多之闻，等于万马喷行，一扑一扑，以激情，定将妖灵受到剧烈的冲击。以故中之心之福之心，若可从容应应自己如此庞大的信念，就算有通天不应，今世也终应对不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。否则呢？听元龙众人不认为为你一动下魔了，如何松勇敢真正耍起来？胸有一丝气息，安尼就太好了。真的，应将告知何入两位将来呢？